They pay me to find problems and then dispose of them. What's up, what's up? Let me be clear. I will kill you.真隐身不是潜行，潜行照得出来，像狮子狗那种潜行照得出来，这种隐身照不出来。旁边打卡力就是如影摸刀的，你看任何一个职业选手打卡力都是如影摸刀的，没有正常速成分的，速成分那是不会打，游戏理解不行，不可能速成分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An irrelevant detail.平台高了，看起来就很硬。
有双攻击，双攻击看起来就是很僵硬，没办法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 will be to be reckless.卡密有出装不能固定，知道吗？学会灵活变换，这样真是一个合格的卡密。不要把无脑出神分，无脑出神分有时候并不会起到你想要的效果。也不要无脑出耀光，耀光也不会起到你想要的效果。跟对你，针对你所打的英雄去做一个出装变换。我声音小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声卡的问题。好了吗？那 QQ 的问题， QQ 语音会自动调我声音，现在应该可以了。贴不贴到真伤不是问题，我们不需要真伤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们不需要真伤，我们打卡莉是不需要真伤的，因为你打他 一整套，你可能就踢那么一下真伤，这个线我们一上去挂他骗他技能就行了。 OK， 退回来，这时候 AQ 起个加速一个 W， 你看这时候他就没一躲我们 W 了，对吧？打这英雄你需要有套路，骗他的 Q， 他还有一个 Q， 不急，他家 E 还没好，我们开 Q 上去看看能骗他 Q。 OK， 他 E 交了，我们退回来，他不会 E 上来的。 AQ W 挂一下，骗他 Q， 骗他 Q， 骗他 Q， E 挂墙，不交烟雾弹没事，我们退，救他一脚，然后退，他露头我们就踢他一脚，他不会移过来的，因为我们有影魔刀。AQW 挂他一下，贴墙，骗他 Q， 被挂到了，我们得退。他这时候没有一，我们再 W 刮他一下，直接开大，给他上点燃，退吧。应该很急啊，他烟雾弹快消失了，他只能往前压了。所以打卡莉是很有公式化的，知道吗？不要太死脑筋了。刘白那一把打不过他，就是因为太死脑筋了。装备出的方式都是不适合打卡莉的。你这样做装备，打卡莉看到你有胃口吗？你说，打卡莉看到你会有胃口吗？不可能有胃口。再来这个点燃阿卡莉，这 T 闪现 TP 阿卡莉更都玩不了。他带点燃更有才有机会，他带 TP 就更没机会杀我了。这就是一个出装思路和你对线思路和对线手法的问题。鲁白那一天打阿卡丽的手法完全是错误的，太错误了。我跟你说，那阿卡丽还是龙，才是炫神。我跟你说，他让一个更厉害的阿卡丽去，比如说那 B 站的大地阿卡丽，我操！我跟你说，他更玩不了。炫神的阿卡丽玩的只能说很一般了，他只因为英雄强，不是他人强。他那个英雄确实太厉害了，阿卡丽这版本的英雄。你那个老阿卡丽啊，去小他妈周小猫去跟他妈跟他打，我跟你说，刘白估计三级就要死，他那样玩。
就在他脸上，他顶过来，我一个点燃 AQ， 再打一个 AQ， 他就死了。我操！你妈逼，他非要卖我，真是个畜生！我不可能帮着下路了，我跟你一波不去，我就他妈打我自己的，我这装备扛不住萨米拉的伤害。上，他这个走位就是有人在，想换我血，没人在。不好动他呀，很难动他。那先走吧，不跟他打。为什么总是我他妈要打他妈 miss 总是给我打这个信号是为什么呀？这么怪的，我操！什么逼毛病啊？是客户端问题吗？我的问题啊？你看我，你看啊，我往左拉，你看看到没有？变这个逼信号了，我操！我往左拉的，然后打的还是这个信号，是延迟的问题吗？延迟可能是，应该是延迟的问题，响应没响应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彗星狗，还有这种玩法，335无法强，好高啊！明确不做事啊。保一下他去，拿不出来。他又好，好 W。这萨米拉距离控的好好，二不到他，但凡二到他一下，他就死了。他是打完团，是没用大吧？他这波大不可能好这么快，这波团才打了40秒左右，
说什么都不可能，一波团赚两个大，应该是没有用大。我管他叫爹干什么？这不是我 C 啊，他就把我挡 W 啊，管他叫爹啊？那你妈逼我杀这么多人，他不得他妈喊我一声祖宗？我操！这么慌，不动他了，算了。我看有人下来了，我感觉。我其实刚刚能越他的，有风险，会被留的风险，对啊，不赚，他的命没那么值钱。真的吗，哥们？我什么装备你不看一眼？你敢二过来啊！我操！完了，大被踹断了！啊，操你妈！队友呢？你不是有大吗？哎呦！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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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狗东西，他妈的！怎么一个技能不中啊？我操你妈的眼镜！Nice, nice, nice, nice， 好杀好杀。看一眼啊，这有远见吗？可以，咱还可以留他。I bargained my soul for the progress of Piltover。月亮爬上来。谁下去了？来不及回家梳妆了。这咋不能砸到我？这么魔幻！可以了，够了，不要二了，二了我可能死了。你可以。逆天至极。这把刚除了中单都挺他妈滋润的，我操！只有中单一个傻逼，兄弟们如何评价？主要他这样上，我们没人能跟他。
有眼这里。一龙吧，关键让他刷不好，刷起来太厉害了。我不能扛啊，我扛谁打输出，你扛一下。别急，不要着急 E 的，他肯定是有闪在身上的，这么多分比较。懂不懂拉扯啊？哦，这不我们队的拉扯，看简直满分。哎，我操！多两杯，那能全杀吧？完了，被他妈逼他妈阿卡丽拖住了，就剩一个人。啊，这侠阵还是比较恶心的。我得继续中路，把这线吃了回家出食物。撤懦夫流，不许注意看伤害，好吧？你管这玩法叫懦夫流，哥们儿，这种打法才是打输出的出法，好不好？只是因为我不需要聚酒的，不需要贪饮的回血，我出聚酒来维持自己的坦度，这才是打架的出装。那贪欲才是乌龟流，贪欲他妈不打团的，那才叫乌龟流，他妈本质的本末倒置了，你这个。我听不动炮车线了，你情况怎么死了呀？这么牛啊你，这么牛啊你，
因为冰打的是韩服王者局，我打的是你们韩服钻石局，这能比吗？韩服钻石就得杀猪总督，你韩服钻石你他妈跟人家玩带线是吧？